有港男近日在网上分享，在淘宝网购了三块仿制古代宫廷牌匾的雪柜磁石贴，分别以简体字直牌写上养心殿、御膳房、御花园，并贴在家中各处门框顶，增加家居的玩味感。他对设计大感满意，更加教网民怎样找到相关产品。但是贴文引来一众网民嘲笑，形容雪柜贴设计似神主牌，还说楼主不用放连结了，我估计没人想要。更加有网民笑言，应该连香炉和电子蜡烛一起买，陈饭。